記者咧，去到今日為止呢個一分鐘為止咧，我仍然係保持呢一個形勢咧，點樣？得唔得？各位傳媒嚟採訪，票投三號李卓人，我評估自己而家形勢，票投三號李卓人，票投三號李卓人，根據唔同嘅民調顯示咧，李卓人，票投三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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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人，未完成到全地投票，票投三號李卓人，票投三號李卓人。去投民生嘅關鍵嘅一票，你去到呢一度咧，可以立法會不要多一個獎勵話，立法會不要多一個隊，係非常之冇神，非常之難，立法會不要多一個獎勵話，立法會不要多一個獎勵話，立法會不要多一個梁美芬，立法會不要多一個梁美芬。是非常之非常之不理想的，我們很希望我們的選舉呢能夠是文明的選舉，所以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呢是非常之不理想，非常之影響到我們這一隊這麼有實力的團隊呢是去接觸我們的選民和我們的市民，所以呢在餘下的時間我會繼續爭取多些的時間和我們的團隊緊守住不同的地區，我們一定會走遍九龍西，將餘下的時間能夠可以將未決定投票的市民，希望他們出來去投票，用雪亮的眼睛去揀選以民生最優先、政治放一邊的候選人。陳凱欣亦都是五個候選人裡面最年輕的一個，我們的議會亦都是希望有新的動力，但是年輕亦都是有經驗的，因為呢我之前都是加入高醫生的政治代理，亦都是呢做過傳媒，我希望我們的選民、我們的市民能夠信任陳凱欣走出來這一票。好，請你們出來投票支持5號陳凱欣，先投票了。好，
我哋希望議會重返正軌，我哋要減少撕裂，減少內耗。我哋相信黃埔居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大家支持可以監督制衡是為香港為普羅大眾發聲的三號李卓人，希望大家全力支持。我哋呢一度係李卓嘅競選團隊，而家咧我哋係喺陳凱嘅競選團隊側邊，佢哋好多嘅朋友圍住，我哋咧就冇咁多人啦，我而家咧都係俾好多嘅人圍住啦。咁希望大家記得票投三號嘅李卓人，我哋嘅選情相當嚴重，我哋嘅選情係相當嚴重。如果議會不斷的拉布浪費，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們這裡是李卓人的助戰團，我們立法會議員白國威，在我旁邊的是莫乃光，還有香港眾志黃之鋒向大家作出懇切的呼籲，希望各位黃埔的居民是今天出來投票三號李卓人是三號李卓人是三號李卓人，希望大家全家總動員，全球李卓人是全球三號李卓人。各位黃埔居民大家好，我亦都講得好清楚啦。陳凱因為我哋長票嘅威，同埋大哥，仲有香港總志黃之鋒喺呢度，所以大家都肯定做我哋嘅全球三號李卓人，係三號李卓人突破界限。係因為你突破界限一票，五號陳凱。同埋交協嘅朋友，我哋請大家務必要盡早出去投票，支持三號李卓人。我哋見到今日喺黃埔嘅投票率係低咗，我哋知道一定需要黃埔街坊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保住呢個民主嘅力量。請大家為我哋下一代投下重要嘅一票，請大家支持三號李卓人，請大家支持三號李卓人，盡快過去投票。今天咧，可能因為錢與嘅關係係低咗，我都需要大家多啲出嚟投票，請大家盡快出嚟投票，支持李卓人，請大家支持李卓人，請大家一定要出嚟支持投票，民主派嘅支持者，黃埔嘅民主派嘅支持者，佢哋唔可以爭咗你嗰一票，就令到我哋失咗民主嘅聲音喺立法會入邊抗衡政府嘅暴政。同埋降行中央的干預，請大家支持民主派的唯一候選人三號李卓人。三號李卓人，請大家一定要盡快出去投票，支持三號李卓人。黃埔紅磡的朋友，我們需要你們的一票，支持三號的李卓人，令我們可以抗衡這個中央的干預的勢力，令到我們香港的未來成為一個對我們下一代不友善的未來。我們需要一個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未來給我們下一代，就需要大家的支持。我們需要監察政府力量，不要令到我們政府就是這樣的民主派協定的時候，所以大家支持三年李卓人，支持三年李卓人，即是去到2020年你就會接單的，即是可能 N 姐和 Vincent 之間你要兩個選一個留下的了。我們李卓人今天的選情請 Rebecca 打吧，請大家盡快要去投票支持三年李卓人。黃埔的朋友，我們見到今天可能落雨，大家可能遲了出發，請大家早點出去投票支持三號李卓人，不要浪費了你的一票，發出你的聲音，告訴政府你不想見到明日大嶼，請大家要投票支持李卓人。如果你想政府等一萬億落海，你就支持另外那個，但是呢一定不可以見到這樣做的話，我們下一代的香港的一場就是給現在這個政府走在他的大西方的袋子裡面，所以不可以讓這件事發生，我們立法會需要你。